超时空魔神艾塔尔加，也被翻译叫做埃塔尔加、埃鲁尔加，黄人，身高55米，体重35000吨，诞生日期2015年3月14日。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继续收看由鲍斯特的小卡为你带来的怪兽大百科栏目。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又是一位新生代的召唤系宇宙人啊。那么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这个身披金色铠甲、脖子上挂着红色围巾的反派角色吧。第一代的艾塔尔加登场于剧场版《决战奥特实勇士》当中。从设定上来看的话，艾塔尔加就是一个想要毁灭星球的超级大反派呀，并且呢，由于他有着一座可以穿梭各个时空的时空城的缘故，因此他的破坏行为甚至是上升到了多元宇宙的程度。而为了解决那些个想要阻止自己进行破坏的奥特曼们，艾塔尔加在穿越时空的过程当中，主要解决的就是那些时空当中的奥特曼战士呀。如此一来的话，在利用被他植入了虚假记忆的阿雷娜的能力之后，认为奥特曼们都是邪恶的阿雷娜，便是将一个又一个的平行时空奥特曼们给封印了起来。不过瞧瞧这些个组合，显然艾塔尔加要么就是去找了那些落单的奥特曼，要么就是干脆去了那些没有几个奥特曼的世界当中。毕竟要是直接让他去 M78 的话，我想就跟自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吧。不过这有一说一啊，艾塔尔加的单体战斗能力那还是相当不错的。在与日冕形态的高斯进行近身肉搏之时，凭借身上那厚重的金闪闪盔甲，艾塔尔加直接就是嘲讽起了高级合成素材的无力啊。那要不让高斯去把杰斯提斯给找来一起跟你打？开玩笑的哥，别当真的。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也正是在硬扛着高斯的内巴斯特光线的情况之下，同时施展出了艾塔尔地狱火的艾塔尔加当即便是将高斯给打回了月神模式，并且利用阿雷娜的力量将其给封印了起来。而在面对随后赶到这里的赛罗时，认同对方强大的艾塔尔加当即便是离开了这里，找上了银河奥特曼。也就在他准备对小光他们发起攻击之时，比格叶便是来到了他的面前，与之展开了战斗。然后呢，比格叶就被艾塔尔加的艾塔尔终结给击飞出去了。反观艾塔尔加在如此之近的距离承受了银河的技能之时，那倒是真的体现出了挠痒痒的效果，竟然是没能起到丝毫的作用啊。虽然中途比格叶也想用谢帕顿圣剑击破艾塔尔加的盔甲，但也依旧是没能起到一丢丢的效果。甚至要不是武藏的提醒来得及时的话，那被掐着脖子的两位奥特战士可能就要被当成收藏品了。而后当赛少爷再次追赶上艾塔尔加时，这位倒也是施展出了能够与赛罗相匹敌的近战能力。就算是被赛罗的一招终极光之弓箭给打中了之后，艾塔尔加那也只是损失了脖子上的破烂围巾以及脸上的红色面具罢了。你这抗打能力的话，那也真的是相当的强悍吧。而在带走了阿雷娜之后，再次施展艾塔尔终结的艾塔尔加呢还是逃离了这里。不过也正是趁着艾塔尔加离开的这段功夫啊，赛罗竟然是对小光他们进行了同心协力的相关训练。毕竟基于目前的输出来看的话，只有当两个奥特曼融合之后，那才有力量击破艾塔尔加的盔甲呀。与此同时呢，那些进入时空城的人类战士便是遭遇到了恐惧光线的袭击。在艾塔尔加的影响之下，这几位内心当中最为恐惧的事物便是出现在了他们的幻想当中。豪气，你这怕番茄那可是很有灵性啊。不过好在这几位都是人类的精英，因此他们很快也就完成了内心恐惧的克服，并且在苏叶释放出了谢帕顿的力量之后，那封锁了7个奥特曼的魔神结界也就被瞬间打破掉了。于是乎啊，8个奥特曼的力量便是涌入了奥特融合手镯当中。而在看见自己的努力全部白费了之后，心里不爽的艾塔尔加呢便是朝着地球人施展出了艾塔尔幻象，并且是利用人类所产生的恐惧心理创造出了艾塔尔傀儡黑暗路基埃尔。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玩意儿跟本尊之间的差距那还是挺大的，毕竟他们很快就被银河维克特利给秒掉了嘛。也正是当众位奥特曼们一层层的踏入时空城寻找艾塔尔加之时，这位倒是也在继续使用幻想以及制造傀儡的能力，生产出了那些个奥特曼们所恐惧的角色。但是奈克瑟斯不怕炸鸡怕黑暗梅菲斯特，你这也真的是更有灵性了呀。而在直面上了高斯以及银河维克特利之后，以伊迪亚的艾塔尔加倒也是打得不相上下。不过也就在阿雷娜中途偷袭了两位奥特曼之时，这两位反倒是抽空去唤醒了阿雷娜原本的记忆。于是当被干翻在地的高斯带走了阿雷娜之后，银河维克特利便是与艾塔尔加展开了最终的大决战。只见他先是用谢帕顿圣剑胡砍了一通，然后又把各路奥特曼的力量都用了用之时，就已经是把艾塔尔加给打出了地球了。如此一来的话，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银河维克特利也就施展出了威力极大的奥特融合核射线，进而呢也就顺利的是将艾塔尔加给打成了渣渣呀。至此这一代金闪闪也就被消灭掉喽。
第二代的艾塔尔加登场于奥特曼金曲新世代篇当中。前排提醒一下，这部剧呢其实就是远古音乐公司的奥特曼 OP 串烧而已，因此它跟罗布主世界的剧情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作为这串联呢，艾塔尔加还是以本剧的最终 BOSS 形象登场了，并且这一次出现的艾塔尔加可比以前要厉害得多啊。在一对一的正面对决当中，他竟然是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压制住了超越形态赛罗，也就是在艾塔尔加准备终结掉赛少爷之时，杰德的出现却是替他抵挡住了这道攻击的伤害。然后杰德呢就被打成了闪耀形态。开个玩笑啊，在目睹杰德被抓走之后，被削弱的赛少爷当即就是准备跑去搬救兵了，但是奈何他是晚了一步啊，之前跟他有过合作的奥特曼们可都是全部已经被艾塔尔加给封印了起来，像是银河奥特曼啊、比格叶啊、艾克斯奥特曼、欧布奥特曼，这些新生代的奥特曼可都是惨遭毒手了。而作为一部音乐串烧剧目，解救这些奥特曼的方法那也是非常的奇葩，那就是使用音乐呀。也就是播放他们各自的主题曲就行了。奈何我们赛少爷是自称五音不全，因此呢便是找来了罗布兄弟进行辅助。不知道为啥听到赛罗说他自己五音不全的时候，那就觉得挺好笑的，毕竟银河的主题曲不就是你唱的吗？而在八个奥特曼齐聚之后，身为 BOSS 的艾塔尔加也就适时的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直接就是开启了以一敌八的惊人作战，并且他貌似还能够占据上风哦，这你可能比当年的古兰特王还要勇猛吗？而为了能够与之对抗呢，赛罗还把四个胶囊的实体奥特曼给吸收进了身体当中，我想这才是超越形态的完整版本吧。如此一来的话，在这四位的联手开大当中，第二代登场的艾塔尔加也就被打成了一团烟花喽。第三代的艾塔尔加登场于奥特银河格斗新世代英雄当中，这一代的艾塔尔加呢是由托雷基亚所带来的角色，并且这位还在研制行星佩诺尔上伏击的罗布兄弟，显然此时不需要再伪装的艾塔尔加呢也就没有了面具以及围巾了呀。众所周知呢，艾塔尔加的实力那还是相当给力的，因此眼看兄弟二人即将被艾塔尔加的艾塔尔毁灭魔神给消灭之时，本系列最活跃的奥特曼利布特便是将他们给救了下来。不过手持盾牌的利布特显然也不是艾塔尔加的对手，因此在施展出了强捕网罩暂时的封锁住了艾塔尔加的行动之后，利布特呢当即就是带着两人逃离了这里。如此一来的话，艾塔尔加也就先行返回了黑暗宫殿当中开会去了。而后为了完成新生代奥特曼们的暗黑分身的制作，艾塔尔加便是与随后赶来的比格叶展开了战斗。严格来说的话，他其实应该是被金古桥火箭炮轰，然后再被谢帕顿圣剑砍才对，仿佛看上去就是打得十分被动啊。而后当银河与维克特利完成了合体之后，这一代登场的艾塔尔加也就跟随黑暗路基埃尔一起被赛罗急速射线给打成了渣。这次历代艾塔尔加的故事也就全部分享完毕咯。喜欢本期节目的小伙伴记得留下你对小卡的支持哦，下期我们来把假面骑士亚吉托世界的骑士们继续补完好了，猜猜会是谁呢？我是 BOSS 的小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